微信你唔捨得啊，系咪啊？微信爸爸，今次 vacation 完咗啦，有咩感觉啊？感觉佢老婆好叻，安排得好好。hotel 喺呢个景点又大把方便嘅中餐食，老婆不愧是香港人。姐姐瞓觉。哇！呢個係機場新嘅換片方式，之前唔係咁嘅。我哋之前有傷殘人士，而家新咗好多。呢度就係類似。OK。呢个僆仔带我去旅行，而家唔容易啊！唉，成日都要落车，累死人啦！再见啦，香港，有机会再翻嚟啦。As the chemicals that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这个旅程呢已经去到差不多尾声了，就是呢但不知道为什么呢，我觉得今次回香港呢是很惊险，因为我们第一次落机去到香港的时候是无端端讲飞机，如果你有看回第一集，现在更经典，又是飞 Q4 出事，还要是加拿大航空，我现在对这个加拿大航空是没什么好感的，因为两次的经验都是比我最差。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呢我们想着坐定了木有七个钟头转机啦，那我们呢就吃紧东西，于是吃下东西突然间我老公收到即是上网的 apps 就说啊 cancel 了啊班机，跟着我们就很彷徨了，那怎么办呢？跟着我们就周围找啦，找航空公司看看问啦，即是怎样解决，因为我们呢转机呢行李不想拿嘛，那我们的行李怎样呢？那我们上哪班机呢？最后呢又上了去 American Airlines 啦，咁嚟到呢嚟到呢一度呢，我哋其实啲行李呢手提行李 check 完又 check 啦，跟住呢今次入境美国呢仲严过入境去加拿大，头先佢好仔细咁样 check 下啲茶叶啊，又 check 下啲即係我老公啲嘢啊，跟住啲图书啊，仔图书劲详细囉，跟住搞到好耐，再加上我大肚啦，已经係个人已经好唔舒服，因为转机。咁我諗我呢个 trip 呢最经典嘅係咩呢？除咗要 cancel 班机或者唔见咗行李之后呢，而家呢係一次过体验晒唔同嘅 city， 係啦，但我从来未体验过去呢个嘅嗰、那个係咩 city 话、啊、芝加哥。唔係下一個啊 Toronto， 我從來都未去 Toronto， 因為每一次去 Toronto 咧，對上一次咧諗住係哎呀可以去 Toronto 啦，點知唔係 Toronto 喎，係 Montreal 喎，係啦，跟住咧咁奇怪嘅，即係咧一個嘅香港旅程咧就睇唔曬咁多個 city 啦。咁我哋今次咧而家準備就飛去芝加哥，咁然後再等幾個鐘頭咧再去飛去呢個 Philadelphia 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嘅體驗咧實在太驚險啦咁樣咯。唉，好啦，咁我哋去到呢一個嘅 Chicago 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Utilize the space underneath the seat in front of you as your primary stowage area. As you can see, the bags are on this aircraft fit sideways. That's true. Bye.